帮朋友找店家理论，提油救火遭店家诋毁。朋友去买了一个餐具，塑胶化学味非常的重，我就咨询那个店家，我觉得把东西退回去退钱就好。他就说一人了不起啊，哦，原来你们艺人都是这样子去凹店家的。那店家在他脸书上就写某某艺人，用艺人的名义去打压我们这些小店家。这种事出头干嘛？今晚8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今晚开战吧。